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Avia 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哎哎哎！啊，花钱啦、啊！先带你去花钱，天上人间，地上炼狱。哦，好重啊！走走走走。来找你，快上等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小心啊，谢谢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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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材料刚刚分享一下。刚开始，拄我开的时，刚刚袂啥习惯，就顾无开手下。啊，距离我第一只手下，啊，一点几，真二十厘米的。哦，还是酷哦。哎，我第一只是标志405啊，他买的手拿。我上个月我刚习惯了，就变做好开啊，袂讲完全就是竞技用的。哎，只是讲，伊的设定，伊可能本来伊就是想讲是只下会使可以直接上路的迄种 WRC 的赛车。对。对，所以有一挂本地迄隔音的那个，可能有做一挂牺牲。你若开高速公路，你真系较大声。平常用车还好，你可能还时速超过百以上呢。风吹真啊啥呢？就是它那个嘿稍微啦，嘿啊，其实还是都可以接受，因为毕竟也是道理啊嘛。对啊。轻量化，啊因为伊是三缸的吼，我感觉伊比它在平常日常用车的时，你的转速吼，每一档的转速，如果你是在3000转以下，你就比较明显能感觉说啊，这的确是在三缸的车子。可是它一过3000的时候，它那个升档还有一操控台，你就完全我感觉讲这是只要三缸的车。你感觉是3000以内的头可能较无大，因为设计成挡挡，然后再拉红拉到红线，所以你的转速那是3000转以下，不是讲无大，你也感觉讲这的确是一个三缸的引擎。哦，我知道。但是嘛，别讲无好开啊，但是你若超过3000以上。你的引擎的声浪还有那个加速度，特别是在2、3档的时候，哇，那力道有史以来不会肥到马力没办法运费，然后扭力超过36公斤以上。我想二三档在打手，一种瞬间的一种打手，哎，用打手，我刚刚串死掉了，我刚刚开的车，我开车拢转弯的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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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啊，交车啊，交车大吉啊！你刚刚已经观赏完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在我这个签约付钱的过程当中，都已经被你摸透了。对，我已经先摸一轮了。那有什么特别的？讲来我听看看。好像没有诶。看一下，它这个最屌的就是这个1.8米宽的轮毂啊。哦，有啊，就很肥啊。好，我们放玻璃。还有这车顶，卡梦，帅。哎，在我的啊，等一下。好软哦，对。超乱的哦，好好。然后这怎样？没有电尾门。GR4 四轮传动。哇，好香的味道，新车味呢。有没有？保哎，电瓶在后面呢。哦，保利龙哦，进口的Toyota一样是保利龙，所以不要再那个。充足的尾管。其实我本来不是很想买这台车，你知道。其实最早的时候，那些车评朋友，他们每个人都在那个订的时候，就有人邀我说要不要去买一台。就最早第一批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我就说啊，不要，我觉得200万的压力值对我来讲就是200万的喜美，会有那个感觉，会我会有那种刻板印象，我就觉得喜美就是哦，可能就是这么多钱的东西啊，弄到200，我就觉得压力值更不用讲了吧，到处路上都是嘛，少两个门，然后贴个手牌，弄个 GR， 然后就200万，我觉得。现在买不太下去，结果后来哦，可能最近也无聊，就看那些车评，很多车评都买哎，对啊，好像，然后他们在玩，好像很好玩哎，然后每一个都讲的好像很厉害，很棒一样，所以我就越来越痒，没有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也不知道买什么车，我上次有讲过了，对我说最近没出什么新车好买，不知道买什么车，哎，刚好这是我们的粉丝，他看我好几年了。
从那个我上电视时期就看到现在。他就说他当初这个订了两台，他自己有一台在楼下，他自己有一台已经先交车了。他当初一次订两台，所以他这一台就问我要不要。我说那你要卖多少？后来瞧一瞧，稍微超定价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价钱也不贵，因为这个网络上现在很多还卖超过两百万。超过两百？这网络上开超过两百万在卖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真的啦。然后我就说啊，最近可能这个好像也有陆续交车的，所以价钱稍微瞧一下。好，反正总之 ，anyway， by the way。哎喂，哦，我们就这个在营业所不要耽误人家太久，因为大家都在等我们，因为他业务一直在等，然后客人老婆都一直在等我们。我们先移出去之后，我们再慢慢讲好了。好，然后这营业所很特别，它这个交车架在二楼，这是应该叫青年所吧？对啊，你看它在二楼，哦，所以等一下暴力啊交车是直接飞下去吧？对，直接飞下去，够暴力了吧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在外面再慢慢讲。我想讲，你来是这个，你老个 tag 这句话，我会甲你这个影片这些画面 tag 哦 ，SBD 台湾的秋哥，好不好？也来甲你业配。我死老多人帮你请客哦。抗老化需要大重量训练，对，大重量训练需要暴力啊。是安尼哦。对，下回你行行到，这我要赞助个。好，谢谢。对对。我你台湾人真无聊，啊钱也无伊，爱食个包。包等啊，啊，拄啊就靠靠的，啊，比较有礼数啊，来对对对对，好了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哦。你看，买这个红包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一个，基本你一定爱练哦，以后在哪里一定要练，激励训练圣经，对，圣经哦，跟我中午这圣经一样的 level， 这是健身界的圣经，我是二手车界的圣经。好了，也不要耽误人家，快点移，快点移，谢谢，哇，太感谢，每次来高雄就是这样，我爱高雄。我昨天去鹿港是说我爱鹿港，然后上个礼拜嘉义是我爱嘉义，对对对。你这样最矮喽。对啊，是不是才说得很高？哦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来啊、哦！好，谢谢，多谢啊，拜拜。一开始需要这样子的吗？看这台就这样啊！看这椅子真的太高了。啊，这椅子好高，很像在开 Swift Sport。哎、欸，它这有 ACC 呢，哇，它这个入档非常的。有手感，有那种以前看那个《亡命关头》，他们换挡不是空空那种声音吗？嗯，这个有，它 IMD 按下去有没有？换挡补油啊，跟太普爱一样，跟 IMD 才有。你看它十大按键是写 G 啊，然后这个 Sport 总共是 Sport， 所以现在是 Sport， 算 Sport。那这个三缸引擎其实还好哎、欸，但是其实屁股感受到那个抖，对，屁股坐着有感受到，方向盘一点点，方向盘还好，屁股感受比较大。新车呢？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又算买新车了？算吧，算了，这样算了。大家对这个车都是一片赞美、好评，所以我对它可能会开始期望太高。你看，像 Type R 来讲，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说，干一台喜美两百万，我一开始就把期望值弄得没有很高。我期望值没有拉很高状况之下，哎、欸，一开哇。其实我有问过哈，就跟我们买泰巴的那个车主，他同时也有这个。我问他说，那你觉得哪台比较好？他说他觉得两台各有各的优缺点，他觉得两台是属于不同个性的东西，他觉得他都很喜欢。这证明一句话，你知道吗？有钱就是任性。我全都要，我全部都要，不给钱就不算嫖，一般人没办法、啊，没办法两台都拥有。你像我也不行啊，你看我泰巴就卖掉，没有办法同时 GR 跟泰巴都在这样。哎呦，这么离奇经是不是很远啊？啊，我真的很想去奇经，你知道吗？奇经好像就在海边路的另一头啊。哎，海边路，我们上次好像就是来这边吃那个呢。哦，哦，啊、有呀。哦，这么浮夸吗？来，我是停在海边路的停车场。对啊，五金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上次那个女生达老师，对，不讲武德的女生。有去过奇经吗？很久了，退伍回来的时候，因为退伍回来之后我们要坐船啊，从金门回来啊，左营军港啊。我那时候金门的学长已经先退伍回来了，
他是高雄人嘛，然后他就先约好，他就来左营接我，他就带我去旗津吃东西。当兵的时候，所以就那一次二十几年前刚退伍的时候，曾经去旗津吃过一次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。我们每次来匆匆去匆匆。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算比较早下来，可是刚去银行会馆其实也耽误了一点时间。避震是调 support 之后才变这样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弄我看看，很跳哦，很硬嘞、欸。哦，有变软嘞。刚刚是过那几个坑洞，是觉得蛮跳的。哎、欸，最近阿呆很爽哎、欸，都在吃东西呢、欸、哦。哦，没有，是都很早起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最近都爽切呢、欸、哦。哇，这换挡都听得到那个机械结合的声音，蛮酷的。我们今天有可能吃一吃回去，我们可能就直接回家了，因为他们可能下班。我刚第一次排的时候，觉得它有一点快排。快排，快排就行程短，入档行程短，可是它。也没有到我们小时候改那种快排那么短，小时候改那快排几乎是这样，这样动下就进去了。它这个还是有点行程，可是它比起一般其他的，比如说之前开的 Swift Sport 那种手排，其他的行程入档行程算短，这应该已经可以走得快了。刚刚那个车主老板娘就讲，他说他第一次坐这个椅子，他在解救，尤其是他像轿子，椅子太高了，椅子是真的蛮高的啦，真的蛮高的。完全我的视野已经可以看到这个，我现在调最低了呢。这个有高低可以调，我现在是把它调最低，我可以看到这里。难怪大家都要改椅子。哇，好怀念哦！二十几年前，岁月是一把杀猪刀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过港了，出去了。耶、yeah, ，过港了。过港就到了吗？过港就是旗津啦。欸，它的齿比好密哦，转速好高哦。我刚以为我是三档，结果它是四档的转速，所以它这个应该是齿比应该是密的。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金爸爸，手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刚刚压东西耶，那没怎样。欸 ，Made in Japan 耶 ，BBS。BBS 耶。哇，牛死了，都不用改哦。这是碟盘好大哦。做大了、哦、好了，吃东西了，到旗津了。这个期待老师推车的时候再跟你们讲。好久没来旗津了。好了，网友推荐万恶海产，万恶小吃，万山海产，金盛村地瓜酥鱿鱼，阿小鹅啊，真好吃到靠北。哦，哎、欸，金盛村两票喽，万山也有哦。哎、欸，万恶万山很多人讲呢，金盛村也很多人讲。路边烤小卷买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那个万恶。旺二，好吧，还是路边看有什么小吃想吃的吃一下。啊、阿霞嘞，阿霞不知道有没有开？阿霞是在另一头，阿霞有开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那个阿霞。啊，全部都，这就内行了，全部推荐的都不在老街。没什么东西呀、啊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啊，买个藕链吃，来这边要吃鲫鱼藕链，好不好？两只。过呢，打开就可以吃了吗？对啊，打开就可以吃啊。这以前有吃过哎，以前坐船的时候一人会发一罐啊。他就在船上吃啊。在船上吃啊，没人会吃啊，好不好？观光客在吃的啦。这里面包蛋的那个。藕莲跟甜不辣你会分吗？藕莲不同地方，不是不同意思吗？啊，有啦，有可能有蛋。我就记得有蛋。是饺子啊。对啊。外酥内软，它有鱼的味道，没有过多的调味料，很单纯的味道，好认真，走。你吃一只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还是有咖无？有啊，拢会咖。哎，吃下就好。好，好，来。二十秒变，时尚玩家了。爽。哇，是这样差的。爽。哎，多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哦。你不觉得看一些厨师啊，或是这种路边摊啊，他们那种动作很迅速、很利落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心旷神怡，很舒服啊。你像看表演，或是那种卖芭乐、铁板烧啊那种。你说什么？卖芭乐的。卖芭乐的，你是说、那個？就那边甩芭乐啊。哦，我以为你是说那个雪乳卖芭乐那个，很有名啊。甜不辣。人好少啊，平常日哈。平日吧。新鲜软 Q， 酱料的味道刚好。其实这个多吃，你知道吗？好来，它不会胖啊，有蛋白质。不会胖吗？鱿鱼啊，不会胖。它胖是那个酱料吧？对啊。
刚网友推荐都不在老街，所以我这次再来看一下。烤鱿鱼有了，万二烤鱿鱼很多人讲，金盛村最多人讲。我们要去万二还万三？哪个比较多？他们两个通常都被配在一起，万三啊，万三比较多。万三我们刚经过啊，在路口而已、啊。好，那就去吧，走，万三。而且它的蚵仔这么白，有没有？就代表它油很干净。哦，不然炸起来会。对啊，油很干净。黑黑的，肥啊，肥美。好吃。哎、欸，这不用剪，那么大一盘呢、啊，吃完。要吓到我了。对啊，大妈说不用剪、嗯。阿姨。阿姨啊。阿姨，不要称赞阿姨。阿姨。嗯，好甜哦，好吃哦。这个可以吃300。那、啊、我跟你讲，它只有大只有小只，就代表一定是自己做的。你如果是那个巴菲那种，有没有？嗯，都一样大只。那就是冷冻起送来的，对，那是冷冻起送来的。这个就是真的自己做的。啊、阿姨又送水果盘了。对啊，刚刚送炒面，我们想说太大碗，就太好吃了，快吃完了。对啊，结果他就端了一个水果盘上来，太热情了吧？他就说不用钱嘞，不用钱嘞，一直给一直给，这盘刚被霸哦，还不够，他说还要再炒给我。我们两个这样把这一大盘讲满出来快客完，对啊，超夸张，反而难吃我还很困扰。结果也太好吃了，对，结果好险它很好吃。好，吃饱了，准备回台北了，万三了，啊，不能拍摄啊。很奇怪哦，所以我们只能用手机补一些镜头给大家看。不过整体来讲还不错，口味也不错，而且很热情。他刚才一直问我水果够不够，就你去结账的时候嘛。对，他说啊，水果还要不要再切？我说不要，我没吃完都很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然后炒面也说还可以再炒，不用钱，而且口味还不错啊，真的。付完账他走出来，每个人都问我说有没有吃饱，这么体贴啊。对啊，收钱的人也问，然后那个阿姨又问我一次，帅哥，啊我吃饱不？帅哥水果有够不？感觉那种来到我店里面很怕你没吃饱就走那种感觉。嗯。所以真的是还蛮舒服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们要先去加油。好了，上路了，走了，好吃，这个网友推荐的，好吧，万山小吃部跟大家分享。一趟路还很远，我今天都下班。耶、yeah, ，几点？9点，快9点了，平安到达，非常好开，好不好？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台车的推车。今天的高雄一日游，好、哦，车也买了，东西也吃了，今天还要干嘛？直播也开了。今天开了，明天可不可以不要开？那这个车我们购入的价格，我也不知道车主方不方便透露。我先讲，反正这个一定是超定价，好，超过他原本的定价买的。我跟这个车主研究一下，如果可以分享的话，我在推车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台车入手的价格。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好不好？花很多钱，流量很重要。拜拜。交完了，交完了，44公升啊，1518，1000。518元，好，我把油表，我把这个归零。他这个声音应该没有人在管车的声音。Avia，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金爸爸，收款打开 LINE 0秒开机台。